公在这里，老公在这里。哎，老公在这里，买送老婆。你爱不爱你老婆啊？你爱你老婆就卖给他吧。哎，先给你这样子。你干啥话怪我啊？他盖房子啊，等下呀。卖不卖艺？卖不卖艺？你买不买吧？你买你买你。十八个老公。十八个老公。十八个老公。对呀，刚刚啊。对呀，刚刚啊，摸两下呀。哎，再说一次。好。对呀，摸当当啊，摸两下。错了，鸡呀，刚刚啊，摸两下。鸡呀，刚刚啊，摸两下呀。好了吧？买一个啊！我送你，我买，我买，我买。什么你不买呀？来来来来来！阿九啊，你干什么？好。你要送他姐姐？哎，我们要姐姐。有没有妹妹？没有。姐姐嫁给他。谢谢。你好帅，差不多十八个老婆。对呀，哎呀，这是他最喜欢的。然后就叫他买十八只。对对，一人一个，两个、三个就好啦。那么多个，好的。你给他介绍十几个吧，你给他介绍几个？介绍你邻居呀。我们要老婆给他。你没有老婆给他，你老婆在哪里？我们要老婆。鸡呀，当当，摸两下呀。买这个是小的子。三个五十，我该抢劫真多了。还有两个扇子，哟！